我一直有在关注这个作者那他这边呢，这次提供了七龙珠角色里面的胖普屋是非常可爱的，因此我决定来做这个作品。好，那他这边呢有一件事的，也有分离式的那一些档案。好，这次呢我采取的是分离式的制作。那这部分拆制成呢是不会太困难的，因为零件都被拆得蛮散的，所以支撑的地方相对都蛮好处理的。那我们直接来做吧。那这次打磨呢，一样我会测试把它弄得细一点。那这次呢，我会从120，然后直接打磨到1000号就好。好，来直接看它的作品的效果是怎么样的。好，那这部分可能会需要花蛮长的时间。哦，我可能会分好几个工作天来完成它。那这里呢，我会先做粘合的动作来再来做上色。好，因为粘合之后呢，有可能有些地方我需要去修整它，好让它可以更完整一点。好，所以这边呢，我会让它先粘在一起，粘完之后呢，我再来去做上色的动作。好，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。那魔能普屋的配色呢，我们就来参考一下那个图片，大致上会这样来呈现，可能有4到5种颜色。好，那至于粉红色这里呢，可能颜色没有那么适合，我会做一些调配。好，那我就来示范看看咯。
终于完成魔能普屋的。那在涂颜色上面呢，花的蛮长的时间，然后在涂的过程中也有再把它粘合。那这边呢，看起来是蛮不错的。如果你喜欢我的作品或影片的话，欢迎用多种方式来支持我。那我们就来看魔能普屋吧。